手不打笑脸人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出门在一点就是爱吹笑眯眯啊，他特别是吹干他北气的那种。哦，哎，对对对，你也不能太 over， 也不能太 over， 因为有些人也会害怕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别人看一个，哎，这个人好像就是太过于四处善意，也是会紧张。对，就是有时候要拿捏的恰到好处。对了，我们基本应该都可以啦。可以啦，大家都 hold 得住。因为咱底下这小辉招总叫你要顾完了，我们这个社会大学也上蛮久的了。啊，对。对啊，这个还没毕业啦，好不好？这个很难。这个很难毕业。很难呐。好不好？可能年纪到了才开始毕业啦。但是我们智慧通了才有办法。哎，有时候智慧通了，我跟你讲，真的被耳鸣，人家就贼。很多啊。像我们现在应该都是算是都在一个舒适圈里面，就是当起这咱家的惯习康亏。拿手的事情。就是拿手的事情啦。但是要跨出那一步，真的是还是有点害怕。哎呦，你知道最近就是有一个，因为现在都有时候做乐团嘛。啊，对啊。然后就有你还不拿手吗？就拿手是乐团唱歌。哎，那他叫你干嘛？表演科技吗？没有，就有一次做尾牙接触到。台北北部的乐团，阿哥我是单主持，一个哎，那这个哎，主持人唱歌还不错听哦，你会跳舞吗？哦，这个变起来有点困难。我说你会跳舞吗？他们都不认识你哦。他说没有，因为我们就第一次见面，也就那一次而已。第一次组合。然后金龟哥，喂，喜秀，我准备看他跳舞哎。我老师讲，老师讲，我准备看肢体残障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他前几天就问我说，哎，这个如果有一场在台中，你可以吗？我说哎，这个日期我可以。他说。那你要不要来台北练一下舞？我说，哎，这有点远的。不是，是那天有舞群要兼。没有，因为乐团会自己会带舞蹈，会带动唱。对对对对，所以要先风格跟我们要练习一样啊，要练习一下。我说，哦，那去台北有点远。他说，那我寄一支影片给你看好了，你看看可不可以？哦，我就看了一下，我还是想说算了。然后 Angel 就说。你可以试看看啊，对啊，你可以试看看，他都已经有教学带给你了呗。有他有给我，然后我就跳，啊、我跳了一次 ，Angel 就说：“那你还是算了。”哎，真的，因为当时真正无阿多米啊，这就是真的好朋友啦，真的好朋友啦。他怕我在外面出糗，如果想要看你笑话，就可以说：“哎，你跳得很棒，很棒，很棒，很棒。很棒”他说：“帮我去好，我负责唱歌。”我说：“哎，好像可以哦，可以啊。可以啊”而且现在因为他们比较擅长舞蹈啊，一起跨的，人家说：“哎，这个怎么啊？”我就是平常就客气康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就不勉强，这就是各司其职。有这个机会可以跨出去的，可以试试看啊。等下像杨丞琳一样、啊，我觉得你可以在家跨出去之后也一直被骂，但是人家至少有进步啦，越挫越勇啊。对啊，这真的。所以有一天，你如果改天看到我跳舞，你也不要吓到。不会不会不会，我们会觉得你真的突破了。请给我多一点爱的鼓励。明年新的目标就是完成一支舞。好好好，好难哦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就顺其自然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好了，阿罗兰开开玩笑嘛，在我们接下来时间呢，继续挑点我们多多的好歌。好的，拜，轻松到的歌曲，漫步情歌。来，漫步情歌来自我们电音天后谢金燕的歌曲。一个老人多情，你手腕轻轻行在阮的身边，爱的滋味这么甘甜，阮的心几次在你的背背，无人分辨，爱阮是对，阮只是一条一段的心，为你是要给你一切，阮的心心过三年半世。爱情的故事，为你来坚持，你爱着爱着你无量意义。烦恼的故事，就放乎过去，你爱着爱的人是无离。漫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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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心在花心散，咱的心相偎。漫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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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心中情愿用一生对你行。在这个热烈多情，你手腕轻轻行在阮的身边，爱的滋味这呢甘甜，阮的心几次千对玫瑰，有人讲你爱恋一对，阮只是一中一段的心意，为你痴迷，予你一切，阮的心心过三年半世，爱情的故事为你。你爱着爱着你无量意义，烦恼的故事就
感谢海天，我那边好朋友米香啊，谢谢，继续。